再次上路欧拉夫的教学。那这次请到的主角是台服一位专玩欧拉夫的玩家，他用一只欧拉夫就打上了精英。目前的话，他是在台服的精英七八百分、八九百分徘徊，那就是台服的大概前20名的这个部分。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说，怎么不找黑暗使者或者找其他人做？那这位玩家主要他本身就是黑暗使者的徒弟了。这季黑暗使者并没有爬分爬那么勤劳，那详细原因我不清楚。这期的欧拉夫主角就是台服玩欧拉夫这角色目前分数最高的玩家了，详细的一些东西我们后面再介绍。那目前的话他是在韩服打 RK 准备爬分，那也是一样想要录高分段一点的影片给我。那其他也看到了，因为他实况的那个串流的画质非常非常的不清晰，所以我会给大家做两期教学。这期的话先以他台服就有的 VOD 为主，第二期的话应该会上他韩服的实战片段，那顺便帮他剪精华。那我们的废话不多说，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符文天赋。符文的话，红色固定攻击力，黄色固定生命，然后有一颗插攻击，蓝色跟大颗的话全部插固定冷却截面。这样子配合上天赋的话，一集就有20%的冷却截面了。第一套给大家推荐的天赋是比较常见的雷神律令的部分，这套我想各位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第二套战斗狂二的部分。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欧拉夫在召狂热，这套的话主要是用来对付那种近战会跟你对 A 的英雄。因为欧拉夫这角色是对线非常强的一个角色，所以大部分还是以第一套的雷神为原则。有心想学习欧拉夫的朋友可以暂停一下这个页面。首先是召唤师技能的部分，召唤师技能的话基本上都是鬼步传送或鬼步点燃。那鬼步传送比较适合新手做使用，第二套鬼步点燃比较适合进阶的欧拉夫玩家做使用。原因的话非常简单，你在传送的话被打野 gank 的，你还可以传回线上再吸一波兵。如果你的点燃被 gank 就爆开了，那如果有加稳的话再闪现。那技能加点的话是主 Q 负一，如果带雷神的话八级再学 W， 因为通常你带雷神的话线上都是不会换速对方的，所以八级学 W 就可以了。核心装备是荣耀头盔、黑切跟天使甲。至于起手装的话，选择污浊药剂，然后直冲1100块的考菲尔德战锤，之后补出黑切、荣耀头盔以及天使甲。那后续就看对方的 AP 爆发高还是 AD 输出多了，可以看情况选择使者肩甲或者蓝盾、摩提斯以及板甲。这版就不再选择冰心了，冰心被削弱过了，而且现在你出黑切跟天赋符文就有48 CDR 了，不需要带冰心。那欧拉夫要单杀对方的话，只要线过半，像这个圣他想要跑他已经来不及了。欧拉夫虽然只有7级打的变成剩8级，但是只要斧头一旦连上了，就是进入捡斧头、丢斧头、捡斧头、丢斧头的节奏。那这个套路从4等就可以开始使用了，这招的单杀能力非常的强，哪怕他有闪现也是得死的。这边你看追了那么远，这个圣虽然很肉，还是被欧拉夫给单杀了。那是线比较长的追法，线短的话也有线短的爆发能力。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欧拉夫在瞬间的爆发能力。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兵线是推送了过来，这里蓝宝是已经过热了，还想过来吃兵跟烧这边欧拉夫。那这里欧拉夫直接反手一套配上点燃的平砍伤害，把这个蓝宝给带走。那回头这波虽然是被换了，但是没有关系，毕竟被蓝宝也下了点燃，这是必死的。那这个线对欧拉夫来讲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线会往他这边推。那一旦把线推送过来以后，蓝宝吃兵就会变得非常的陡，因为只要兵线过半，就会像刚刚的那个套路一样，被欧拉夫的斧头丢掉了，那就是一路连着砍到死。因此兵线的掌握对欧拉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尽量让兵线往自己这边收，那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单杀对手，另一方面也可以防自己被打野 gank。 特别是欧拉夫这角色在前六级，因为他没有闪现跟强制位移这种技能，在被打野特别针对的情况下可能会被针对的比较惨一点，那所以透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被 gank 的成功率下降不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又要进塔了，那这个蓝宝只收了没几只兵，欧拉夫可以安稳的把这波给发育完。主要还是原因这个兵线太过靠对方塔前，那蓝宝如果想要硬吃的话，可能会被欧拉夫单杀，也可能会被打野 gank。 那这样子的兵线会给对方上路很大的压力，然后又可以让自己的经验还有经济领先对方。那这边看一下，等一下他会怎么把他的优势再扩大一点。这边我们看到这中路是打起来了，那酒桶是配合史哥把这猴子也给抽掉了。看一下这边欧拉夫上了6级，欧拉夫上了6级以后蓝宝还没有到线上来，这里的欧拉夫是插了一个眼睛，然后选择直接越塔要杀这个蓝宝，那这边就是一个直接塔杀了，6级的欧拉夫塔杀一个5级的蓝宝，那直接塔下把这个蓝宝给杀了，然后再拉到这个草丛里回家。因为这时候对方的中路跟打野都不在上路这部分，所以可以这样子塔杀，那这样塔杀非常成功，蓝宝又掉一波兵，上路直接就稳一半了。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一集常见的套路。那这边是因为纳儿在这里，不然其实一集的话可以选择去拉兵线，让兵线会往你自己这边推送。那这边看一下这个纳儿，他想要一等直接跟着纳儿打。那这里看时间差不多了，开启鬼步，直接捡斧头上来靠着纳儿，那继续捡斧头再丢他，那再继续砍他，再捡斧头再砍。那这里纳儿脚闪现了，好。因为这波的 B 闪可以为他的下波单杀做铺陈，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现在回来继续农兵，先争取上二级。这时候纳儿自己没有闪现，他已经非常的怂了，他是不太敢过来去吃兵还有点欧拉夫的。那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这里欧拉夫上到二级，一个 Q 起手，直接学了一技能，那这边再 Q 再 A 再 Q 再一个 QA 一挂点啦，那直接拉掉一个顺利的单杀了对方。基本上在对线上，只要熟练好这个减斧子，那然后用 Q 技能去做缓人做起手，对线上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荣耀头盔要怎么做使用。在上路打不出东西，或者是外塔已经拿掉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在荣耀头盔出来以后，直接去其他路做游走。像这盘就是他荣耀头盔已经买到了，那他直接到这个下路做游走 gank。这边队友已经打完了，他这边过来帮队友收完对方的卡特、瑟雷西，然后还有这里的吉因克斯。那上路的对线打出优势以后，去其他路带风向是欧拉夫最理想的一个套路。毕竟欧拉夫在前中期的影响力是非常足的，前中期像吉因克斯、艾希这种 AD 碰到欧拉夫基本上都没路跑的，因此这角色算是上路里面非常好带风向的，所以我才给大家来做这一期的教学。而且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难针对的死，有的时候针对的不好，那打野上来可能会送双杀，那这样子会让上路的处境更为尴尬，所以这角色我会建议想要练习上路还有想爬分的人去做使用。那这期影片给大家放两场素材，本来是不想要放低分段的，可是后来想想，因为毕竟我要做两期，那就放一场低分段的和一场精英大师场的。这一场的素材我有特别挑过一下，因为其实他打低分段的话，基本上对方的上路是没法玩的，因为他几乎是常常把对方给打爆。那先看这边这个李欣上来补刀，欧拉夫直接贴上去一套砍过来，那这边接斧头再砍李欣往身。那这把我给他看的是什么呢？我给他看一下是说，在上路打出优势以后，那如何把优势给滚给其他路。这才是我想让大家学习的，特别是在这种逆风场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优势带给其他路，这是大家比较需要学会的东西。因为其实不论是 AD 也好，上路也好，中路也好，都是透过自身的优势，那把优势滚给其他人，再带动一场游戏的风向，然后去赢得比赛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做到的人相对少。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爬分不顺利的原因。不论单来路都是一样的。那这盘给大家来演绎的就是他的欧拉夫如何在队友爆炸的情况下 carry 登场。这盘我相信会对那种想要带节奏的上路朋友会有更直观的进步。上期的话有人反映说这个凯尔好像也不怎么厉害，事实上那个凯尔是非常厉害的，并且我帮他剪接那几盘都是赚一大师场的。很多人不明白这点，然后觉得上期的凯尔那个主角也没有什么嘛，这样子不以为然，其实还蛮可惜的，毕竟那期很多细节的。这边看一下这个李欣居然敢 Q 过来让他死定了，他这个在欧拉夫面前你敢这样子过去你是稳死的，那我们不用看他了， 他已经死掉了。这波即便是猴子帮他反蹲，他上去这样跟他打他也不会赢的。这场刚刚也讲了，重心不要放在对线上面，因为这把我给他看的不是对线的部分。对线的部分其实欧拉夫的对线细节前面讲的差不多了，那还有一些很细微的细节我不知道你们在片头的时候有没有看出来。最明显的像是有一波五级要上六级的时候，他是使用 Q 的斧头直接去 Q 小兵，然后顺便缓到了对手，那这样子的套路让他直接上了六级。等等这边看一下，猴子 EAQ 上来，欧拉夫一套反手砍回去，这个猴子血量直接剩下200点了。这猴子一看发现这个上路这个对手不好惹，那果断离开，那回去他也去继续刷野了。继续讲刚刚要讲的，就是他的那个等级直接上到六级，那可以开启大招直接去追这个对手，那又完成一个很长程的单杀。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会注意到一些细节上的部分，上期那卡影片就是给大家注重在于那种细节的部分上，只是看的懂的人相对少一点。如果未来有空的话，也许会在请他帮忙做一把吧。那先回到这场欧拉夫的本身的部分，那这边他回家是补出了这个催化成石，
现在叫催化魔方了，以前叫催化诚实。现在这个装备对欧拉夫来讲是还不错的装备，因为这装备能够把一些敌人的伤害转换成魔力，然后把自己损失的魔力转换成回血量。那这装备对欧拉夫来讲是非常神的一个装备，而且他很多时候不会先选择触黑切，而是先选择上荣耀头盔。这样的出法也比较不用担心耗魔的问题，因为他可以转化自己的魔力。那这边看一下，这波他应该会把上路给拆掉了。下一波他估计就有钱回家买荣耀头盔了。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李欣现在是已经知道要认怂了，他现在很干脆，一支兵都不过去吃。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欧拉夫要塔他的李欣吗？这个李欣塔下在这边跟欧拉夫嬉戏，这里他在等下一波线。我猜他这里应该会先点掉这个上塔，因为先点上塔，我上次讲过有多这个400块的额外经济会非常的多。那我们这里看一下，他果然是直接来点这个塔了，也不管这李欣了。并这李欣对他来讲，要杀他的话可能要缴技能，而且还不一定杀得到。那先点这个塔赚这600块准没错的。那这边这个塔是直接被点掉了，加650块，非常多的钱650。那这边看一下，他是直接把线推完做回补了。他这波回家估计上红药头盔，然后会开始进行第一波的跑线。一旦上路外塔拿掉，就是进行得到了解放。然后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不同的时候出不同的装备。红药头盔这个件装备主要还是支援队友为主。那如果队友都是顺风的情况下，你只需要 focus 在你的上路，那你就可以选择先出黑切。那如果打像是刀妹或者雷文这种爆发型的上路英雄，你可以考虑选择先上燃烧宝石，不出1000块的战锤。那这样子在对线上会比较没有压力一些。这边看一下，他是游到了下路来。这边小炮是一个人按了 recall， 他这里选择在草丛里面阴一波。这牛头，牛头这个眼睛是不是没有插好？这牛头的眼睛好像插在草丛外面，没有看到抽拉夫。那这边看一下，这个拉夫开启了荣耀头盔，然后直接下来开启大招，直接先砍这边的露西恩。这里这露西恩就被砍得不要不要的，好，露西恩开启治愈，然后往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移。那这边砍死露西恩以后，捡起斧头去砍这边的牛头。这牛头的大招开启，那这边欧拉夫继续剁这牛头。牛头虽然开大还缴了闪，但是欧拉夫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捡起斧头再剁再丢再剁再丢。那这边把牛头给收了，那这边顺利的游了一波下路，一个人又帮队友搬了两颗人头回来。这里对方的李欣还在上路，慢慢的推这个线。如果刚刚这个牛头已经插的比较好一点的话，估计还是会有一个人死，是可能不会被送双杀，因为陆仙跟牛头不会这么靠过来。那还可以，这波帮队友又搬了两颗人头。这盘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中路是 030， AD 是 020， 那石头人是 010， 螳螂是 010， 整队只有欧拉夫一个人是500的战机。所以扣掉这欧拉夫，其实这场是一个7-0的游戏。不过还好，这边这波游走是非常成功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游走。他在下路帮队友一波，然后自己走回线上，也不会掉任何经验值。那特别是你可以注意到，因为他的打法是通常不会再传送，除非是打圣，因为圣会传去杀你队友，他才在传送，不然大部分他还是选择在点燃为主。那他这样子一个打法，可以保证他在线上绝对不会处于一个劣势。然后因为有荣耀头盔的关系，他要能够支援到他的队友。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套路以及上分的方法，那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好的，那我们这里看一下，他这边上路带完线了，他要准备来到其他路做游走。那这里队友已经和对方先打起来了，现在看起来是打成了一个3-2局面，对方猴子已经先倒下了。这边看一下会怎么样发展。他在这里要准备执行塔杀吗？他现在在看是这里他好像有点在犹豫要走哪边，那这边他直接准备从后面来了，直接执行塔杀，这里开启荣耀头盔，开大招，直接砍这边的李欣，李欣一个救克了这个欧拉夫一波，哇，这波有点尴尬，应该是膨胀了，这里换不掉换掉李欣哦，还好换了李欣一波，那这里血鬼估计得死，这样这波有点亏，这边算是他失误了一波吧，那个斧子没丢好，被李欣救克了一波，那导致本来可以赢的塔杀变成输的，这里看到小炮又送了一波头。这把队友真的不太行啊，他的队友确实相对的坑不少。那这边看一下，他看了队友又死了一次以后，这次回家之后直接往下走，因为上路这波兵线也是比较偏他们的塔前的，那去上路也没什么戏。他这里是选择直接往下靠，我们来看一下这波会有什么结果。那这里终于等到对方的下路线要上线了，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还在蹲。这边我们
看一下，他这边开启龙妖头盔往前冲了。那这里石头人在压对方的走位，他直接上来先砍这边路西恩，路西恩直接死了。那路西恩的头被小花收下，这里他还不想走，要去砍这边牛吗？牛开启大招以后，他选择拉掉。那这做法比较正确一点。对方猴子这时候赶过来，看一下这波怎么发展。那这边这个牛是回顶了一下欧拉夫一波，这里石头人看有没有撞。这边欧拉夫先拉出来，欧拉夫先率先砍这边猴子，石头人一个撞，这里牛率先倒下，然后李欣把石头人给贴过去，欧拉夫继续做输出，砍死了这边的牛头，那这边就把李欣给收了，然后拉出来，这里是一个非常极限的锁血活下来了，我本来还以为这波会被塔给打死了，没想到居然活下来了，那一个非常极限的锁血走了，这样子的话下路就发育起来了。透过这两波游走，下路发育起来，而且螳螂也在上路多收了两波的线，那这样子对螳螂发育也是比较好的。你们可以看到这盘的所有的反攻的号角跟风向全都是由欧拉夫一个人带起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够玩欧拉夫就上精英的原因。他从干净的账号打到钻石一区好像花了79场，那再上到精英的话大概是100多场，然后就上精英了。爬精英的过程中他全程只使用欧拉夫一个角色，然后现在虽然玩一些其他角色，可是能够一只角色上精英，这已经值得非常大家去做肯定的了。这边看一下他帮中路补线 LB 一个牵线牵上来，他这里是直接斧头丢上去想要杀这边 LBLBW 再往后拉，这边开大招想要追 LB， 小兵这边卡了他两下，那他这边有点尴尬，再一个斧头丢在 LB 的身上，不过他没有死掉，他又 W 位移走，这波这 LB 逃得非常的极限，他差点就死掉了。那这里看对方悟空过来了，也就没有继续做打那牛头的动作，那选择各自拉开。然后突然想到了，就是大招、荣耀头盔还有鬼步这三个技能都是能够提供欧拉夫好处的，那有的时候可以衡量一下，看是先开哪个技能，然后不用一次三个全开，三个全开虽然非常快，可是那个持续时间没那么长，那这样子相对的效果不会这么好，所以可以选择分开去做使用。那当然打团的时候通常是三个一次就全部开下去了，可是如果在一些其他时候小碰撞的时候可以稍微衡量一下，那斟酌使用。那现在时间来到16分钟，欧拉夫这个角色最强的时间点大概就是15分钟到25分钟这个时间。那在正常发育下的欧拉夫这时间点通常能够有黑切跟龙牙头盔两大装。我相信大家都有个认知，就是说欧拉夫的团战还有后期不强，那这个认知的话算是半对半错吧。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在中期的时候他的团战是接近无敌的，应该说这个角色中期本身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他既能扛又能够打出很大量的伤害，可是随着时间越往后拉，像是拉到35分钟以后，欧拉夫就会开始越来越没有用。但我还是推荐各位去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角色这版本的线上是接近于无敌的，那能够配合他中期又这么强的特性给大家做风向的带动，毕竟你把时间越往后拖，那么后期的变数就会越大，所以能够尽早的在前中期结束游戏还是最为理想的方式。而且其实这版的 ADC 也是相对比较弱势的那一种，那在那种 ADC 特别弱势情况下 ，OFF 其他就更容易了。现在这两边在中路互跳恰恰，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这边会不会打起来。这里螳螂跟 LB 率先换了一波血量，不过他们还是没有打起来的意思。这边猴子终于忍不住了，直接一上来先秒这边的螳螂，不过没秒掉。那这边猴子是直接被欧拉夫两刀剁死，然后这边欧拉夫继续砍这里的牛。那这边开启大招以后，勒布朗的控制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砍死牛以后去砍这边勒布朗，勒布朗也死掉了。事实上，这波打起来对对方来讲就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对面的话这时间点没有人扛得住这个欧拉夫，如果没有这个塔的话，欧拉夫一个人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的三个人给剁了，因为像刚刚那波大部分的输出都是由欧拉夫一个人砍完的，那螳螂只负责吸引炮火然后让欧拉夫去打输出而已。那这场的话最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中期的他的支援的打法，那也就是他的那个龙妖头盔的运用，然后还有支援下路的这个意识，基本上这招是屡试不爽的，可以非常的频繁去做使用。那第一把就差不多放到这边好了，毕竟这是低分段的，可换性不是这么大，那给大家演示一下他的打法套路，然后再给大家上第二场，这样子会比较理想一些。那接下来第二盘给大家带来的是台服，这应该是精英大师场的，虽然说这是他的一个小号，这个欧拉夫 only 2是他的一个小号，那他好像和这个中路青朵拉是个双排。那这盘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这盘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在线上如果是发育的非常不良好的欧拉夫，那他会有怎么样的发挥？你可以看到这边现在它是一个020的战机，然后它的装备非常的惨，只有一双鞋跟两把长剑。那对方这个圣居然是有一个火斗跟锁子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盘的欧拉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顺风场嘛，大家都会打。那看一下逆风场是否欧拉夫还能够像那样子有那么良好的发挥？
高分段前期如果被打野抓了两波，你现在有小爆开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很难打回来的。这种时候只有抠自己的jungle才有机会。这边打野来了帮忙，这里的圣想要跑，看起来这个圣应该是跑不掉了，有缓道，那这个圣应该是死了。那这波打野帮欧拉夫抓一波以后，欧拉夫会稍微好过一点，不过应该还是。应该只能够从打输变成持平而已，毕竟我看他这盘真的是蛮劣势的，他现在身上这个装跟对方的圣的装根本不成正比。突然想到这期没有给大家做出那个一级拉线的一个套路，因为他玩欧拉夫有个套路是一级的时候你直接蹲在那个草丛，然后等到兵来的时候去拉这个线，让这个线会往你自己这边推。用这个套路的话，可以让自己想农就农，想杀人就杀人，那这个套路会非常的好用。不过这两场没给大家带来这个一级套路的东西，我下期再给大家补上，因为反正做两期嘛。那这样这个套路的话，可以以防自己被 gank， 也比较让自己可以把兵线给拉长，让自己比较有机会去单杀对手。详细的兵线处理下期给大家再做完整一点的教学，因为刚好这几场素材比较不够，而且也比较没有这么确切的有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下期给大家做更明显点。哎，这边这酒桶顶的不错，他把它顶回来，这个圣应该是要被塔杀了，这边圣直接不见。这个对兵线的掌握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以及技巧，那我应该可以花一整期的时间好好去细节讲一下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会非常影响到你打，其实不论上路也好，各路线都是一样的，那会非常影响到你打各路线的部分。良好的兵线学意识可以让你比较不容易被对方 gank， 然后也比较让自己不会莫名其妙死掉。那这个下期给大家更详细的来讲解一下，这期的话就大家先看一下他的套路，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英雄大概怎么玩。那下期这种更细部的东西再给大家来做学习。那不过下期的话应该要一段时间了，因为他要把韩服连打上去，然后我还要再帮他剪素材，所以下一期应该不会是出他的欧拉夫，可能会过段时间才回头给大家做这一期。那下一期其实我还没想好做什么，我其实是有想找我这边的圣 TP 下去了，让他就选择继续带这个上塔，看能不能把上塔给拔掉。我其实是想找一些台服玩特定角色玩得非常不错的玩家在做，不过还没有合适的人选。然后还有像是最近有一套很流行的穿透回魔流的法洛斯打法，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那这里这群罗拉不幸死掉，他想要把这个一塔给赶快给推掉，尽可能赶快把线给压过去。那这边这个圣过来应该是不让他去推了，这里他们两个看来是打不起来。这边欧拉夫想要把线推进去，想要推到这个塔，可是圣不想让他推。这边圣看欧拉夫火用过，直接朝攻上去跟这个欧拉夫做对打。不过圣的伤害并没有这么的多，他好像想要拉到草丛，让自己不要扛兵，可是问题是直接被平 A 到死，然后这边一个插眼直接把他给单杀了。其实这里看一下，他想要把这里欧拉夫想要把这个线给推进去，想要把外塔给点掉，因为其实第一个拿外塔那个加钱加非常的多，所以是我想要点这个外塔。不过这波看这个线看起来要走打野应该就死掉了。刚讲完打野来，打野就直接从这走出来，那就没救了，只能回头拼一波，那也死掉了。算是贪心了，这波他想要贪这个钱，让自己回家可以上龙到头盔。可惜的是，打野刚好抓他抓个正着。那这个圣是犯了一个失误，欧拉夫血量在越低的情况下，他的攻速是越快的，所以他那个盾算是有点开早了，而且他是扛着兵跟欧拉夫打的。那虽然他本来有装备上的积累跟领先，还是害自己死掉了。那这也是为什么这角色很常可以一打二，甚至是残血的时候反杀对手的原因。因为正面刚的话，他敌血加攻速加非常的多，那很可能就是敌血直接极限反杀对手这样子。那这边这个上路兵线是推送了进来，然后这边他塔下清兵，那这里把这波兵清完以后，队友好像也需要开干了。看一下这边，这里圣朝风是空一空了，那这边看一下后续有没有得大。这边辛多拉从右下角切进来，不被螳螂给秒杀了，螳螂被换了。那这边欧拉夫过来直接开一大招先追这边的维克特，维克特直接被两刀劈死。那回头看一下这个射，应该这个射等下会嘲讽下去，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的。那这里看一下，这里欧拉夫跟这个射对砍，砍一砍之后还是没有结果。那这边回到上路继续做带线发育的动作，这时候的上外塔已经快点掉了，他应该这波会想把这个上塔给点掉，因为上塔点掉的话加那个650块真的加非常的多，那他也可以回家去做补装。这里看一下，他把线给硬往内压，然后同时逼这个圣往后拉，这边嘲讽被嘲讽到了，不过没关系，他走出来，那回头看起来是要硬扛圣的伤害直接来砍这个塔了，那再把塔给点掉之后打这里的圣，这里打圣打赢吗？这边这个圣抵血对砍，这边差一点点的血量，有点可惜。
不过没关系，上路塔是点掉了，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这波为了这个650块，然后送了自己的300出去，但其实对他来讲是相对好一点的，因为他终于可以获得解放了。忘了讲，欧拉夫其实是不好打圣的，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圣这角色会一直飞去杀你的队友，所以他想要赶快把这外塔拿掉，然后去做游走，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一点。那有了荣耀头盔以后，做游走的能力就会相对好不少。这盘的话，下路这边想要gank这 ED 就用一个炸啊 ，ED 是一个顺走，没有能把它炸回来。那这边这一波的话，他果然是没有回上路了，他直接往其他路去做靠近。哎，往其他路靠有几个好处，就是第一，你可以去做游走资源；那第二，你跟圣打其实也没什么结果了。那圣如果跟着飞过来的话，至少你们这边会是一个人数相等的对抗，而不会说是对方多一个圣，然后少了一个欧拉夫。那这边他是靠到中路来做反蹲，他是想要跟中路打一波碰撞吧？因为这波圣应该是有大招的，那他如果靠来中路，对方打起来的话也比较好做应对。你看到酒桶也在旁边做反蹲，这里看一下。这边辛朵拉在外面勾引，然后螳螂果然是出现了。这边这波看一下怎么打，这里螳螂过来隐身上来，先秒这边的辛朵拉，辛朵拉被秒了以后，欧拉夫直接过来收这边的维克特。那这里二打二的情况，扛塔扛的比较凶一点。这边这个酒桶一个顶，把圣顶掉了，让他没有死，能够拉掉吗？嘴花回头丢了个斧头，看能不能剁到这螳螂。这边看一下，这螳螂好像啊，这螳螂好像想追到欧拉夫，这个斧头没中，应该是死掉了，有点尴尬。这个斧头。刚刚没有人动长廊，然后而且应该第一时间直接跑掉的，那有点可惜，又被收了一次。然后这里也圣配合索纳塔杀了这个酒桶，哇，这波是有点亏的。那没关系，我们接着看后面会怎么发展。毕竟由于欧拉夫他是没带传送，然后前期又被针对，那圣会一直飞去其他路的情况下，他就只能靠自己的脚程去其他路做支援。哎，这边竟被这个螳螂给抓死了一波。那这里欧拉夫他这次中路游走完失败以后，他决定游走到下路，看他这波游走下路会不会成功。这里的话看一下，他是选择正面直接游走过去吗？然后头盔还没有好。这里队友从左边靠了过来，辛朵拉一个推，辛朵拉推到了这个螳螂，欧拉夫现在过来想要缓这边的螳螂，不然弄不弄死他，螳螂直接被摩格纳一个闪。现在的大绝加 Q 给弄死了，那这边圣也 TP 了下来，这里看一下，圣是个半血的圣，然后双方在下路拉了一下，这波应该不会打起来，因为有塔的。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看他们要怎么打。这里维克特也赶过来了，摩根纳先被维克特给收了，然后这边欧拉夫在前排先稍微顶一下伤害，掩护一下队友撤退。这边酒桶是一个大招，直接把对方给炸开。这边辛朵拉跟欧拉夫在做逃跑，那这里看一下，辛朵拉一个回头帮忙挡了一下 Q， 然后反手一个推，这边进开启大招，然后做反打，这边进最后一枪射到了这个索纳，那完成了一波团灭。这波的话，毕竟这波不适合欧拉夫发挥，有这个塔，那他不可能直接顶进去，他不是特别肥。但即便是这样子，作为一个团战搅屎棍，丢丢斧头，然后挡挡伤害还是可以的。毕竟他斧头伤害也有200多点，那打在人家身上还是蛮痛的。那这波的话算是帮整个团队搬回来一波，还不错。那你们应该有注意到，其实他两盘都是一旦外塔推掉，就是直接去其他路做游走了。那游走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的意识相对没这么好。那玩欧拉夫的话，就是要去多游走，因为这角色毕竟前15分钟到25分钟是最强的。那你能够多游走一波，多打一波团战，对你来讲就是赚，因为时间每往后拉一分钟，你的神力就会多消失一趴。那所以因此尽可能的在前中期尽量去做事情，会对你来讲比较好一些。然后这边这个圣是蹲了一波的欧拉夫，欧拉夫想上来收这波兵，那这波应该是哦，这边螳螂好像是靠了过来，他这里开大想要绕跑了，开启荣耀头盔跟大招，荣耀头盔缓速缓到了这个螳螂，然后跟圣，那圣跟螳螂的这波 gank 应该算是失败了。这波荣耀头盔的这个缓速立了一个功，不然的话螳螂刚刚应该是会硬追的。那这里他是扣了酒桶来反蹲，这边演一下，看对方的圣跟螳螂会不会再来抓他一次。啊，这边后面是有人的，不过看起来这个线不够过去，他这边稍微再演一下，看对方的圣会不会朝上来。这里酒桶蹲得很有耐心，不过看起来圣是没有朝过来的意思了。那这波我赶快把线推一推，赶快各自拉开吧。圣是直接飞去中路做支援了，很尴尬。为什么圣难打？就是因为圣会一直飞去弄你队友，那对欧拉夫来讲，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而且圣这角色本身又很难杀，
那非常的尴尬。因此在高分段甚至有人会考虑直接把肾给编掉，因为毕竟对挖夫来讲，肾的确是相对的麻烦一些，他的资源特性实在太尴尬了。毕竟欧拉夫的强势点就是在于他的对线强，然后出龙要头盔以后游走能力强，资源快。那圣的话刚好他对线就是很稳，不会被杀，然后资源能力也强。那这样子就是完全把欧拉夫的套路给克死了。那这边看一下，欧拉夫直接游走到了中路，这波包会不会打起来？圣嘲讽了回去，这里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绝，对方螳螂进来要抽歌吗？应该不会，这边有塔的。那这波中路包会不会开起来？我们这边稍微再观看一下。现在的话，两边都往中路做靠近，双方的线的话，下路线应该是会朝对方那边推送的。那我方的上路线的话，看起来应该也是会往对方那边推的。那这时候在中路做 B 团会比较理想一点。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果。辛朵拉进摩甘娜全部都靠过来了，那他选择想下去做收线，因为对方好像有一个人回家了。那对方有人回家的情况下，这时候去下路做带线或者中路开团都是可以选择的。不过他们看来是选择要把中外塔点掉，然后去下路带线，因为毕竟对方是不会守着中塔的，那他们可以免费拿一座中塔，然后再做拉开。这边中路好像没有打起来，是各自拉掉了。那这样子是蛮赚的，毕竟这时候欧拉夫是在下路做带线的，那还行。而且这边辛朵拉打字说一泽剩下一滴了，应该是被辛朵拉吃到一套，然后他就回家了。那这样子带线带完中可以再转下路，看有没有转掉这个下塔。这边索纳过来要守这个欧拉夫，一个索纳的话，欧拉夫是完全不会想理他的。那加一个维克特的话，可能要稍微拉一下了。这边回头稍微扭一下，摩根纳一个非常精锐的 Q 框到了这个索纳，九筒一个刀把他炸回来，欧拉夫一个 Q 把他给收了。进这边开始射这里维克特，最后一下伤害非常的高，那配上欧拉夫的一个斧头，直接把这个维克特给收掉了。辛朵拉从后侧去做切入，好像没有遇到这一折，那这边可以把这下塔给拔掉。这样这波转线非常的赚，瞬间连拔中路外塔跟下路二塔，那这样子对于整体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哦，这边还有一个螳螂，有机会留住他吗？这里辛朵拉一个推球，然后螳螂开启隐形大招，然后圣也开大招去救这螳螂，这里螳螂应该是得死的。好的，非常 nice， 这边又多了一个螳螂，这波让欧拉夫添了三颗人头回来，那顺利的又让他的经济给起飞了一点。队友这时候是有要拼巴龙吗？这边看一下，他们好像想要转巴龙，因为毕竟对方打野倒了，中路跟辅助也刚死。哦，没有要吃巴龙，只是刚刚有人拼了一下巴龙灯，那他选择回上路做收线，下一步应该回家会上天使甲了。那天使甲、荣耀头盔、黑切是欧拉夫的合金三件套，因为对欧拉夫来讲，这个时间点会是他最强的一个时间，那大概游戏时间22分钟而已。虽然前期发育比较惨，不过现在的经济也算是拉回来了。那有了三件装，欧拉夫他会有非常大量的输出，而且他又有双防跟血量，而且会战会非常的难处理，你打他也不是，你不打他的话，他会把你家后排给直接打翻。那这是他最强的一个时间点。这边回家，他果然是直接买出了天使甲，然后剩下多余的钱又买了一个洪水晶。洪水晶的话，估计是要上死者肩甲的。有的时候，欧拉夫可以考虑出手套的。那出手套的话，主要就是对方的后排有一些你一定要冲死，但是你可能单靠一把黑切冲不死的角色，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出手套。那手套的话还是蛮强的。这里看一下，这上塔应该是会被点掉，不过办法打起来吗？酒桶跟镜都在往这里靠了，这里酒桶直接一个闪度顶。空了一波，不过没有关系，有办法留住这个维克特吗？维克特被炸了回来，维克特应该是死掉了，他被进的最后枪给点死。那这波还行，虽然闪度是闪度空了，但是问题不大。那这里的话，辛朵拉在下半部，哇，这里螳螂是直接把金给秒杀了，然后这里这个是一个三打二，这边看一下欧拉夫的发挥，欧拉夫这里被套了虚弱，不过问题不大，顶着这里对方两个人就是一顿猛砍，那这边他一个 QAE 的连技把这边的螳螂先给带走，螳螂死掉以后去砍这边的索纳，那他这边一个人打了对方两个人，然后把这边两个人都给剁死以后再拉掉，回头看要不要收这边的胜，这边胜应该是没有机会，这胜还是相对肉一点的。那这波团长讲出欧拉夫的价值了，这个时间点的欧拉夫他的发挥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像刚刚那一波他们就是直接拿这个欧拉夫完全没有任何办法的，明明本来是一波多杀少的，可是凭着欧拉夫的这角色的特性硬是把这波砍成了优势，这波看一下这一折应该是没什么救了，就从一个大刀把他炸回来他死掉了，那凭借着欧拉夫的一个机体特性那硬是砍赢了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索纳是什么虚弱啊，能放的技能全部都放了，但是对欧拉夫来讲完全就是仿佛没有这些东西存在般的，那就是照样砍他的，那照样把这两个角色直接给切掉。即便前期发育的这么惨，那他仍然是发育起来了。那
游戏时间25分钟，这时候回家补妆，看他要补什么妆。这里他回家是补出了一条大腰带，然后还有一个锁指甲，之后是要合成师的肩甲吧，毕竟是肩甲的那个主动的缓速还是非常好用的。那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欧拉夫的角色一旦就是打到时间差不多20分钟的时候，这时间会达到他这个最强势期，那他就只怕说如果时间再往后拖，拖到太后期的话，可能他会比较难发挥这样子。但是发育虽然前期发育的不是这么好，可是只要几波团战混一混，他还是很容易混回来的。特别是有了荣耀头盔以后，他可以很频繁的去做游走支援。那这盘已经是对到了胜了，让他的资源优势没有这么明显，还是仍然让他发育起来了。如果是对上其他角色的话，线上没得跟欧拉夫打，然后游走资源又没欧拉夫来得快，可以说是相当 bug 般的存在。只是就是说，这角色如果拖到时间太后期，他会要坦不坦，要输出不输出的，那这是比较尴尬的点。这里看一下，欧拉夫选择先追这边的索纳吗？没有，他这边还没开大招，还在这边陪队打后排。因为这里 AD 好像是还没有复活的，所以不能直接打太急。这里他终于开大招跟开摇头盔了，不过他这里天甲被打出来，他让一个跳出来直接把他天甲给打掉。那这波的话还可以换了两个，不错。队友这波辛朵拉是发挥了，把这边伊泽也给收掉了。这里比较尴尬的点是他刚刚一个人进场的时候，身边是没队友的，常常孤立的伤害配合伊泽是直接把他的天甲给打出来了，但是没关系，问题不大。那这波的话，对方倒了四个人，然后自己这边一个人都没有死，可以考虑直接带巴龙，以一个天甲的代价换赢这波团战的胜利，非常的赚。那这版的天甲真的非常强，而这里这个螳螂过来想要硬杀这个摩甘娜，这里摩甘娜还真的被他杀掉了。不过，哎呀，这个螳螂实在是跳得有点远，看一下这波欧拉夫有没有追到他。这里回头跟这个螳螂硬砍 ，nice， 这波顺利的击杀这个螳螂，然后回头想要来带这条巴龙了。这波团战在少了一个 AD 的情况下，愣是打赢了，那一个天甲的代价而已。这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第一波没有 AD 的情况下，他是没有选择直接去冲对方后排的，而是先选择先扛一下对方的前排打下这个胜。这里大家状态有点差，所以选择不要打巴龙好一点，因为毕竟对方好像有人过来了，巴龙可能有毒，硬刺的话可能会被翻盘，所以还是拉掉比较好一点。这波回家虽然没人带这条巴龙，不过问题不大，毕竟对方螳螂也死掉，他们不敢开的。那回家补出了四个肩甲跟一个洪水晶，下一件装的话其实可以选手套或者蓝盾那些装都可以，那是看对方哪个角色比较肥决定出什么装备。像这盘的话我估计他会出手套，如果是有范那种角色可以考虑出蓝盾。然后这里的话他选择去下路带这波线，其实这盘打到现在的话应该他们是能够顺利拿下的，因为欧拉夫也顺利成长起来了，前期即便发育这么惨，现在也是看到他现在11颗人头5死7助攻的一个战绩，非常的给力。那这边看一下，这里好像这里跟这胜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感觉上这两个角色根本就不可能打出个结果来的，毕竟这两个角色都是属于那种很惨的角色，欧拉夫要砍动胜也有点困难。那就是打双方也不会跟对方做什么过多的换血，毕竟打出来不会有结果，只会白掉自己的血量跟魔量而已。那这边回头看一下，这里的辛朵拉是被对方率先秒掉了，这里欧拉夫想要从后排切入，这里欧拉夫开始刀跟龙王头盔直接先砍这边的维克特，维克特这边直接两棒被敲死，然后回头继续砍这里的索纳，索纳也得死。好的 ，nice， 这波捡了一个双杀，回头要看吗？追这伊泽，伊泽这里跑的还蛮快的，不过有点远，没有 Q 到。好的，没关系，这里回头继续拆这个中路二塔。那这边看一下，这边会打起来吗？应该是不会的。这里欧拉夫在跟这里的圣座对砍，那这里圣是硬朝朝过来把这个欧拉夫给换了，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这波虽然换了这里的欧拉夫，不过对方的这伊利估计也得死 ，nice， 这波是以欧拉夫的一个死亡换了对方两个人，非常的赚。不过这波事实上会死还是因为他一直扛塔的缘故，但因为他这样子的交换，让队友能够再逼近一波中路的高地。那整体讲下来的话，他的死亡还算是蛮值得的吧，我觉得。不过兵营的话可能不能点了，因为对方的人复活了。如果这时候被反抓一波的话，会掉巴龙的，那他们这时候选择拉掉也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下一波的欧拉夫估计就会有天使甲了，毕竟天使甲只剩下100多秒的冷却时间。他这样的节奏其实是非常好的，你们可以注意到，他虽然前期真的崩得很惨，可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节奏，就是游走带线刷兵，游走带线刷兵，游走，那这样子的套路一直去做发挥，然后让他自己能够帮助队友，也能够让他自己成长起来。那这边看一下，这里在巴龙区扫眼做视野，因
因为通常这时间点就是在八龙区做做视野，然后准备要打团战。这里看一下，看到一个螳螂，螳螂这边被欧拉夫缓到，欧拉夫这里先稍微迂回一下，回头让九龙去弹伤害，然后再继续追这边的螳螂，把螳螂给抓以后，就回头砍这边的唢呐。那这边对方这波应该是爆开了，他们率先倒了一个螳螂的情况下，看后续怎么做开干。这里的话，欧拉夫绕了进来，先斧头丢一丢，回头缓一下。把这边的唢呐给收了以后，他继续丢斧头，拘留这边一泽，一泽被斧头又缓到了，一泽这边应该是死定了。好的，一泽还是被追死了。回头收下对方的这个圣，这个圣剩他一个人了，他已经没什么救了。然后他这边他在旁边堵一下，这个圣靠边移过来，可以去做收尾。那这里这个圣嘲讽想要换一波，不过没有换掉。那这样子的话，这波团灭对对方来讲，他们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翻盘的希望了。你们可以看到，刚刚即便对方是伊泽瑞尔这种超级灵活的 ADC， 在欧拉夫的追击下，仍然是跑不掉的。那这边看来是不能一波到底，可以选择先回头带个巴龙，那这样子就比较稳一些了。那基本上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欧拉夫教学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下次还会再给大家带来一期。那这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透过这角色的机体，可以在线上打出足够的载资力，然后透过龙王头盔的套路，可以去帮助队友做游走支援，之后再补上天使甲，让自己承担一个团战的搅屎棍，能够冲对方后排，也能够坦伤害的一个定位。那在游戏前中期，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英雄，推荐给各位去做爬分使用。那在 Solo Rank 之中，他是非常强悍的。至于能不能像他一样打到这么高的分段的话，那可能要靠个人的努力。那下期的话会给大家带来更一些细节还有入围的讲解，这期算是比较粗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稍微玩好这个角色。那应该未来还会再有第二期的。那这边看一下，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波团战了。我们看一下双方会怎么发挥。这盘队友把龙给带了以后，他还在上路继续做分带。那这样子把线给压进去，等一下比较好做事情。那希望这期的教学对各位想学欧拉夫的朋友有一点帮助。下次再做应该会有一段时间了，毕竟他要录素材给我。然后而且是用韩服录，比较不会像现在这盘的画质这么的让人折腾。大家看到这个画质真的有点不忍直视。那这没办法，这是 OBS 串流的那个速度调不够高的原因，所以会使得画质相对模糊不清楚。这里的话队友选择要开这条巴龙了，因为对方一直还在中路做收线，他在这里选择断后一下，让对方不要去阻碍队友打巴龙。那这边队友还在吃，他这里先选择先打这边的这个圣，先把圣给卡住，让他们不能过来抢这条巴龙。这边的螳螂跳过去想要硬抢，不过没有任何用。这里欧拉夫直接跳上这螳螂，直接开始对他一阵猛砍。那把螳螂砍残了以后，队友的辛朵拉把他给直接收掉，那回头去砍这里的圣，这里的圣也得死。然后后续看起来这波也不用再打了，对方已经倒了四个人了，剩一个维克特。那带着巴龙 buff 把中路兵线顶进去，这盘就结束了。好了，本期的欧拉夫教学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哦，对了，这盘他打了全队最多的输出，也坦了最多的伤害。那在台服的精英大市场还能够有这样的发挥，确实是相对不容易的。那希望这期教学对大家有帮助，我们大家下期再会。